会联时间艾克斯风景 Paysage Dax 也叫做 Lucky Duke， 他的创作者是绘画大师保罗塞尚波罗塞赞呢。我们说艾克斯这个美丽的城市是普罗旺斯地区以前的首府，也是塞尚的故乡。那塞尚呢，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，尤其是人到中年数次闯荡巴黎无果，作品也屡屡在美术沙龙中落选之后，他数次重返这里沉下心来进行创作，描绘南法风景。那这幅画呢，创作于1890年，现在是保存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国立美术馆里面，惠宁是在巴黎路易威登基金会举行的展览上看到了它。我们看到哈，这个塞尚呢，在这里呢是孜孜不倦地描绘那些质朴清静的风景，例子书中的小径还有村庄。这时候呢，他已经不再纠缠于再现创作对象的具象细节，或者是印象派最新的飞逝瞬间，而是一心一意用圆柱、球体和圆锥的几何形色块去表现山林石木之间的恒定庄严的秩序、平衡与和谐。惠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